你们快点放我出去，赛罗哥哥知道了有你们好受的。哈哈哈，赛罗他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了。你看，黑暗格力桥，你好可恶啊，居然变成我的样子。不跟你玩了，我去找赛罗玩了，你就好好的待在笼子里吧。哈哈哈哈哈。格力桥，你在家吗？我来找你玩了。咦，乔妹妹怎么不见了？迪迦、卡米拉，你们看见格力桥了吗？没有呀，放学的时候看到他自己一个人走了。好的，我再去找找。你们看见格力桥了吗？我怎么也找不到他呀。你不是跟他在一起玩吗？怎么跑来问我们了？刚刚在游乐场的时候，我明明看到格力桥被贝利亚欺负了，你就跑过去揍了贝利亚一顿，把他赶跑了，然后你就和格力桥一起去玩了。泰迦，是不是你看错了？刚刚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做作业，怎么会和格力桥在一起玩的？怎么会呢？光线这么快，我都可以看清楚躲闪过去，何况这点小事。肯定是你搞错了，算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继续找我的乔妹妹去。赛罗哥哥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。乔妹妹，我正要找你玩呢，刚刚你去哪里了？我在家里做作业呀，我要先把作业做完了才可以出来玩的。乔妹妹刚刚明明不在家，她却说自己在家里做作业，她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呢？